都是来这的。哎，请坐好啊。他哪一边啊？笨达里。你有什么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呢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一群史上最正的美少女班级，以及最酷的班导师黑人。此外，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位帅哥助教，一同来学习学校没有教过的事。同学们，你准备好上课了吗？上课了，欢迎我们的老师黑人助教宗阳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钟瑶，香港来的，对，还对，来多久了？快三年了吧。那来是来从香港来台北发展？对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。香港人比较热情还是台北？当然是台湾人比较热情。台湾吗？台湾。对啊，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？特别的事情，特别尴尬的事情。尴尬或者是有趣都可以。有啦，就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有去加入某一个健身房，然后感觉那边的男生特别热情。哎呦，有被骚扰的嫌疑就是了。对，是同志吗？不晓得，没有待太久。他怎么弄的？就是我去游泳嘛，然后游泳出来就围一个毛巾去那个 sauna 坐在里面，然后对面就一个男生一直在看我。然后觉得不太对劲，就赶快出去跑去洗澡，结果后来发现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在后面跟着，就把那个链子拉起来，毛巾拿下来挂起来，准备开水的时候链子突然间打开，然后他说我可以进来吗？跟你一起洗吗？对。那你有有人问到 我假装我不会讲国语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开始用英文跟我讲 ，Can I come in？ 真的假的？在健身房？真的。那你后来因此现象受到一些质疑，或者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，我会不会是同志？这样会不会想过？我好像没有这困扰，没有这困扰。你今天带了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？对，这是我演的一个偶像剧的一个原声带，叫《风中战士》，是送给你。哦，送给我是不是？对对，谢谢。风中战士就对了，还有何润东他们的演秋，对，还有邱泽。OK， 好，同学们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网络上传了很多，就是我们美眉啊都有机会来上我们的我爱黑社会嘛，就在无名小站呢，你只要 po 上你自己的照片，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有3000多人来报名，怕不怕被取代？不怕，怕不怕被取代？雅雅小刀为什么不怕？像我这种行为，谁还有第二个吗？你想看看？这倒是真的，因为现在呢，很多我们演艺圈啊，说真的，就是很多各行各业，唱片、戏剧，还有我们的各方面经济制作啊，都在看我们节目，所以大家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好。谁想当大明星呢？我。那今天谁准备了才艺啊 ？Maggie。那我欢迎 Maggie。
你胡说，你刚刚在笑他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们很好，我们私底下都会互相就是 battle。battle 对不对？好 ，Maggie， 这是什么舞蹈来着？有点 hip hop jazz。hip hop jazz。Yes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没什么问题，怎么他刚刚那么感秀，然后讲话突然间这样？对啊，我先扫香。扫香是不是？那扫讲两句了啊。好。谢谢 Maggie。好，同学，在上课之前呢，老师要请问一下哦。就是你们在学校呢有没有碰到坏学生的经验？有。什么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来，霸王花。就我朋友她男朋友啊，然后就是被抢，然后就他就绕人，然后就找我们大家，然后去打那个女生，然后就那个女生就一个人，然后就校门口出来，然后就被打，然后就我们全部都是女生，然后她一个女生，然后结果我朋友他们就突然把那女生抓住，然后脱她裤子，然后当街脱，对，当街脱她裤子，在学校后巷那边，然后就脱她裤子，然后就拿烟。啊，这样的！你也在其中之一吗？对，然后我看到，然后我本来就是帮忙，因为那女生真的很过分，就是一直勾引她男朋友啊，然后跟她干嘛，然后我本来很生气，就也有帮，就是帮忙。帮忙脱裤子？没有没有，然后后来就他脱裤子，我就抓脚的。没有，我就看到，然后我就有点生气，我就说你们就是再生气也不可以这样。很大条的，还有没有？我朋友他耶。把人家两只手都砍到剩这样，好喽好这样，就剩这样子，然后被保护管束。他们只是因为一开始是那个要被打的那个人就说什么，你们很过分哦，小心我带一两百个来堵你哦。人家这样，你要带一两百个人，好可怕，就找他全部的朋友都来，然后结果说要不要道歉？好，道歉他就这样子跑，然后就这样打下去，他就剩这样，两只手都变这样。交友好复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想再访问了，我有点发抖的。所以大家都有碰到坏学生的经验了，对不对？但其实，在演艺工作上面啊，常常会要演到，比如说比较坏的，演坏人其实很容易成功。你们有没有发觉？演得好不容易，坏人比较好当，好人比较难当。没有这种事啊，真的。因为坏到骨子里其实很难，所以你看到他哇。入木三分呐、啊！你看到他荧幕上，你私底下看他也会怕、哦。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呢，私底下还蛮让人家害怕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请到如何要饰演的坏女人，让这位老师呢来教教大家。我们欢迎萧淑慎。今天穿这样之后，当然准备跳绳了，一定要跳。很少很少穿这样子上节目吗？没有啊，我上节目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子吧。比较性感的吗？没有啊，你觉得我这样很性感吗？性不性感？性感。哎，我下面穿球鞋，就上面这样子大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上面就打薄了？不是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穿西装很绅士，然后哎，你为什么换鞋了？我跟你讲，换 Prada。刚刚被亏啊！刚刚还在穿球鞋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有准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今天是要请大家，好不好？帮你这样子跟你切磋切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先切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先问萧淑慎老师的，蕾蕾。